哈利路亚，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让我们一起在主日的里面，我们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最近我们面对一个困难的日子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掌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进到神的同在，去瞻仰祂的荣美，让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这份的能力，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去得着这份平安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让我们一同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让我们一同站立在我们神的面前，去让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祂。哈利路亚。我在伸缩中要瞻仰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我在伸缩中都在，不能灭。
道你一直都在，不能明白为何，但始终但我始终相信你。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，主啊，多谢你与我同在，主啊，有你与我同在，我们不再惧怕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那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耶稣，我们欢迎你。主啊，我们欢迎你更多来到我们整个城市的当中。主啊，就在香港的中心点的里面，透过网络，我们去到香港每个地方，透过网络去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神你的同在都要彰显在我的地方的里面。神啊，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用我们全人去高举你，耶稣，因为唯有你配得。主啊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
起来颂扬，在宝座下地高，我们再次追求的神，唯有你是荣耀尊贵配的赞美，在宝座下地全身高扬来起升起来颂扬，在宝座上的羔羊，来敬拜，来敬拜你，高升起来颂扬，在宝座上。主，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独一全智的神，我们敬拜你。主，多谢你的同在，多谢你的恩典。香港纵然面对疫情，你的眼目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。主，我们多谢你。线上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穿着红色衣服，这件 T 恤是有花花的，我听到主耶稣要特别跟你说话。你刚刚跟家人有冲突，你里面很忧伤很难过，你觉得为什么关系这么难去维持，这么难沟通的，你已经去到一个没办法只忍受的地步，你很想离开，你很想放弃。但我听到主耶稣跟你说，孩子，我知道你的辛苦，我知道你的艰难，我看住你，我看住你，不要放弃，孩子，不要放弃。主耶稣再一次告诉你，孩子，不要放弃，因为独一的神他看住你，知你辛苦，知你不容易，他特别现在要来鼓励你，告诉你，孩子，勇敢、刚强、放手，藉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神必定将出人意外的平安浇灌给你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因为神爱你，神知道你的需要，祝福你透过祷告，你要经历神的真实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你必得着完全的益处。主，我多谢你，求你的话语亲自来安慰你的你所爱的人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主啊，你的荣耀要在我的肢体，在我的弟兄姊妹的里面，让他经历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多谢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和敬拜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给掌声主耶稣。